来一把大虫子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和田玉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坑之别渡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磨磨唧唧的。全军出击。怎么的？我闪现，这么凶吗？这么凶吗？啊？就是说话太费劲了。刺儿，刺儿，这大虫子是真面，连石头人都打不过。但是这石头人啊，没蓝，我可以回血回蓝，你能吗？你不能。起，刺儿，起，起，沉默，我要杀你了，小伙子。起，那刺儿点燃，斜转 ，A， 哼，我让你赶赶 ，A， 你就嘴呀、哎、我回家，我搁这浪费你的时间、我这鞋我都不回满了，我出门。关键是就这样，我们家剑圣都没把河蟹给控下来。你说说，你说他对得起我吗？他一个蟹他都没打下来，人家上路吃波兵完事呢，我呢还搁这耗他，大概能有30秒钟，我感觉，我跟他耗了，我跟他耗了30来秒，你连个蟹你都没打完，这剑圣就叫坑死别渡，你知道吧？打个蟹他妈坑死别渡的，典型抓着典型了。哎呀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起有。刺儿，刺儿，起，死，哇！
弹幕。Her， 是 Her。走了，吃个炮车回家了。这把我们就跟他发育了，看看他用还是我用。这把可以出个冰心儿，猴头挪一下，挪哪去呀？没地儿挪呀。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没声了，哦，从哪句话开始没听见呢？你就是世界的祸害之一。大概应该是从我说我们不杀他啊，我们得等大招。哎，我等大，我再把他杀了。然后是下一句是，亚索不用害怕。我说这是干什么呢？然后亚索来了，亚索死了。我说不愧是亚索，然后就没声了。剑圣怎么开大打打 ？No！
你真是个八嘎。偷东西。就这么个玩意儿你想杀我，开玩笑吧啊。哎呦我操，没办法，他硬要杀我。哎，关键我大招没好，我没有大。我是想闪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梦魇正好给我套红惩戒了，我心算了吧，我就不闪。我闪现我也死，我签个坟有什么用？我不签了。还是赖的剑圣。Rampage. Shut down.还差俩能吃，吃完俩我们就开始吃人。哟吼，你将饱受折磨，永无宁日。起沉默刺儿刺儿刺儿起，我操，这么多人吗？啊，救救！这不傻，我闪也死。那梦魇搁这边截我，算了，我不闪了，我闪我死死了。看来我们还没有到达这种一v五的程度，确实是有点狂了。先打个蓝 buff。斯格兰还差一层，我这打了吧。哎呦我操，又卡了。那打一下五十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好勾沉默刺儿起，怎么是电脑问题呢？客户端问题。他有那啥没？有盾盾吗？我怕一口吃盾攻上了。好勾，起沉默刺儿刺儿刺
儿，回家出来跟他们玩一玩，先不回家了，二塔给他拆了得了。那为啥刚才打一下还能五十，现在打一下只能28了呢？哎，我的妈！打够没？你给我扎死他！差个蓝盾，哎，不差蓝盾，差个反甲，差个实线鬼。哎，他下路的二塔我没拿到，600块没了。Unstoppable。聚酒可以来一个，其实我们早就无敌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没太爱好好玩。这好好玩的梦魇根本杀不了我。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让我吃了他，730，哥哥，谢谢，给个人头。为什么打我？说。说。先不刷了。我那大妹好。也不掉血呀，你的灵魂像是虚空的石料。投降了，没投降能这么玩吗？刺儿，刺儿点燃，刺儿起，沉默，刺儿，疼，不能再打了，回点血来。回回都是你，没完了。
先来个反甲，出个石像鬼儿，那巨九出不出都可以吧。好大呀，这还没到我最大的样呢啊。完了，没东西吃了。等我十六级买个药就大了。这剑圣也不行啊，我来。哇，双 buff 起，刺儿起，沉默，我拿走，无视我是吧？刺儿起，沉默。不知道有没有盾弓，一会儿再杀吧。先杀野地西，口，沉默，刺儿起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起，刺儿，闪现，太大了没躲掉，起，刷盾，沉默，刺儿，回血，起。刺儿，沉默，刺儿起，我摸摸我的小触手，回家来个钢铁合计。变大。骂谁呢？不知道骂谁呢？加个精神变。